由 IT 天才唐凤所设计的疫苗登记预约平台却是乱象一箩筐，光是意愿登记就有很多人把登记好当作预约成功，但其实登记跟预约又不是一件事。原本说上网登记收到简讯才能预约疫苗，但后来又改成没收到简讯就能直接预约，让很多民众不撒撒很难约啦，但是也没有啊，也没有疫苗啊，然后我就想说那就 A 剂有就可以打了，哦，还是很难的，看不懂什么预约的，那预约好了以后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通知，改了也没说，让民众傻傻苦等，还是没等到一剂疫苗。再加上年长者以及第九类特殊疾病者，一开始只单独勾选莫德纳，但得知遥遥无期后改选 AZ， 没想到待机大掉，因为改完之后才知道必须等到第三轮500万名预约者全数接种完才打得到，形同变相惩罚。再加上有民众接种后过没几天又顺利预约施打，陈时中解释是资料上传不全，也间接证实系统有漏洞，又有高端的一个选项进来，但是选到高端呢，它却不用排序延后呢，也会造成一点大家的一个民怨。采购疫苗不利到货延迟，指挥中心还可以推给有人从中作梗，但预约平台之乱却真实上演，唐凤迟迟毫无动作救援，也让民众打苗之路更加坎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